当你遇到不同工资的上海人，哎，师傅，我有三个上海朋友，不知道他们在上海都是什么水平啊？啊，啥意思啊？就比如其中一个是月薪8000的朋友，这个没大路虎呀，天天早九晚六，全上海绝大部分的人才是这个工资7000左右啊。那还有一个是比较有钱的，月薪30000的朋友。有钞票是算不上啊。不过这个朋友应该蛮苦啊，不是007就是996啊，伊平常应该没啥辰光好陪侬白相。哎，对的对的，我看他每天都忙得飞起来。哎，没办法呀，用命掉钞票呀。搿侬还有个朋友呢？还有一个我比较少约他，因为他工资太低了，我怕总找他，他经济上压力太大了。啊，是啦，搿朋友工资多少啦？每个月到手2590。侬糊涂哦，侬迭个朋友才叫深藏不露，晓得伐？侬要多帮人家走动走动啊！哎，这怎么理解？快出来，侬来上海只要稍微吃眼苦，搬搬砖头，随随便便5、6千、7、8千啊！侬想想看，侬迭个朋友啥道理没有啊？师傅，我悟了。